到至今有过许多经典歌曲，加上冬龄外貌，被网友封为最美玉女歌手。而她最近到美国展开演唱会，也是她这几年第一次搭长程飞机到外国开唱。但没想到现场演唱却被网友指出和过去差很多。从网友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，唱起歌来略显中气不足，还被网友发现好像唱走音，觉得她唱歌不够气，没共鸣，也让该影片在微博上疯传，纷纷认为怎么跟印象中的周慧敏不一样。就算是心醉着迷，仍是要把这份爱摧毁。而且她的造型也被网友批评，对今年过半百，怎么都还维持出道以来的黑色长发造型，觉得她可以换一个造型了。就有网友直接的说，老了就退休，别让一场演唱会耗尽自己前半生的形象。如果现场是这种水准，会让粉丝觉得不值得票价，也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。如何从戏里说的对话，相恋一生一世，说了当没有发生，思想以为。